国家大剧院华灯璀璨。19时45分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，同前来观看演出的老艺术家们握手问候，全场响起热烈掌声。戏曲合唱，百戏贺岁，拉开整场晚会的序幕。杨剧小戏《夫妻哨》和前剧《天曲选段》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崇高境界。展现京剧、昆剧、河北梆子、黄梅戏、沪剧、粤剧的深厚历史与独特神韵。今日痛饮庆功酒等少儿戏曲联唱，彰显戏曲艺术后继有人的喜人气象。京剧《红军故事》半条棉被片段，观众们的阵阵喝彩。向未来，激昂有力，唱出亿万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戏曲人聚焦现实题材的创作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。在京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领导同志、国务委员、全国政协部分领导同志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。